短版条纹圆领上衣，这件上衣它袖子的部分呢有做蕾丝拼接，你会发现它整件条纹会有这样立体的感觉，就是因为它的材质里面是有塞棉的，所以它才会有这个厚度跟立体感。九分宽管牛仔裤，这一件它的裤管就是做这样子直筒式的外观，裤管底部有这样反折的一个渐层造型。衣身蓝色，上面还有浅蓝色。这上衣下摆呢有做毛边，上色系棒球外套，还有我们的内刷毛，袖子有条纹松紧接口，加扣式的扣子设计很方便。另外它的下摆有做这样的弹性松紧设计，像我穿的是 M 号，女生也非常的适合，所以情侣也可以考虑这一款。